长寿一定要远离克夫的女人。什么是克夫女人呢？说话难听的，经常把你说的一文不值，情商很低，把最坏的脾气和最毒的话留给了自己的老公，从不认错，把责任都推卸给你，在别人面前总是说男人。哦，跳乱水喽，哪个要鱼没有？